欢迎大家来到蝗虫夜场。那么台股今天表现如何哈？大家心里头都有数了哈。来看看台股开低之后呢，到最后给你收在低档区哈，收在哪里？又回到低档9500哈。但是人家偏偏就不破啊，九五至尊真的有够厉害，好像九命怪猫一样，九五至尊就不破，说不破就不破吗？荧幕上我写着了哈，岌岌可危，岌岌可危了哈。那到底呢，在今天盘中大家在担心什么事情呢？那担心的，比方说了哈，在盘中呢就看到了啊，这个美国呢。盘后期货盘都已经在下跌了，当然呢，在今天晚上，因为我的节目是下午就录制的啦，那所以今天晚上到底美国股市如何呢？我录制节目当下还没有真的看到了哈。那不过大家担心呢，美股下跌啊，美股到底为什么会跌呢？啊，听说呢，那理由也不特别嘛哈，说什么这个杂志里头有人评论说现在是卖出美股的时候，那么之前呢哈。这个消息面一大堆，大家都不会跌。现在怎么单单的一个什么杂志啊，告诉你说现在是卖股的时候啊，真的它就跌下来呢？其实呢，我跟他讲过了哈，艾略特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了哈，分析上最重要的不是新闻本身，分析上重要的不是新闻本身，而是市场反映新闻的心理。对不对？反映那个新闻的市场心理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风吹草动，大家就准备卖股票？如果真是那个样子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那种情形呢？那个叫做非理性的繁荣嘛，哈。来，到底美股到底该不该跌？全球股市是不是涨太凶？那干脆的哈，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篇社论。这个社论当然不是我写的啦，哈。来看到哈。这个某报呢，某财经报纸里头一篇社论哈，标题写着“非理性融景重演”，啊，结果会怎么样？迹象已经明显了哈。好 ，OK， 来看到哈，从头开始了哈，跟他分析一下节录重点就好了哈。漫长的历史洪流当中，常常可以看到呢，相同的场景不断在重演，而且越具爆发力的情节发展哈，啊，往往尾随在什么融景永续或风平浪静的环境之后。嗯，对，在讲什么呢？啊，看来这个写社论的人好像是看空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来继续看哈。他列举了这一家哈，国际清算银行啊，国际清算银行啊，这个 BIS 它在哪里呢？这家在瑞士，在瑞士哈。现在我知道它现在最热门是在哪里？未演先轰动的亚投行啊，那个什么国际清算银行那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，现在稀奇又叫做亚投行，那个待会一样会讲到了哈。好，国际清算银行这个全球大概60几家中央银行所组成的国际性的哈。好 ，OK， 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呢？在他们最新一期的年报当中便直言哈，说此刻的全球经济似乎正为重演泡沫大戏，软身当中啊，重演泡沫大戏。这出大戏叫做泡沫大戏，听起来似乎不太舒服哈，没关系，继续讲。来，另外一个，你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他指出了哈，当前全球经济呢跟1990年代后期有数个惊人相似之处。那什么惊人之处啊，一听到之后大家呢才会睁大眼睛来看一下哈。比方说当时呢 ,1990 年后期啊，跟现在两个时期都出现全球性的低通膨现象，现在甚至演成所谓的一个通缩，对不对？跟当时1990年代后期很相似。除此之外再来看到哈，还有这里跳到这个地方来了哈，啊，讲到一件事，这两个时期美元指数啊，通通给它大涨哈，在当初累积上涨，这个涨幅超过20%，现在情况呢啊一样不遑多让哈，啊，除此之外再来还有相似之处，包括科技类股在美股当中独领风骚，是不是？科技类股这一波很强啊，啊，其实涨更多是生技啦哈，我都很清楚。好 ，OK， 再来再跳到上面这个地方来哈，那么在当时重点来了哈，1990年代后期啊，问题是演变成什么？什么网络大泡沫啊，并且放纵全球性的个经济衰退啊，如今呢，金融市场的发展呢又开始跟基本面脱钩了啊！告诉你，这个行情涨，股市创历史天价的一大堆啊！请问是基本面大好吗？不是，跟基本面脱钩。好 ，OK， 继续看，继续看哈，来往下看好了。看到这里哈，那所以当时要是体验过所谓西元2000年网络泡沫痛楚的专家学者啊，现在十分担心全球金融市场是否已经有泡沫化之余了。那泡沫化之余代表什么？代表准备要给它爆破了吗？来，再看到哈，跳到这里来，来 here 哈，这里讲到了金融市场泡沫虽然已经成型，却应该还没有到破灭之时啊啊，泡沫都出来了，但是不是马上就泡灭？就破灭哈，事实上在什么时候破灭？这位写这个社论的
本身啊哈，写出了他自己讲的，当要发现泡沫成型远比预测其破灭时点跟严重程度简单许多。到底要讲什么？他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明明可以看到泡沫了，但是泡沫什么要爆破，什么时候爆破那个东西呢？你这预测它来的比较难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泡沫本身比较简单啊，预测什么时候破灭那一个来的比较难。比方说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你来看到，想当年呢，美国 FED 主席葛林斯班，对不对？葛林斯班呢，他在1996年12月份，他就以这一句话叫非理性融紧，大家都还记得吗？非理性融紧一词啦，在形容当时所谓的金融经济泡沫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讲完非理性融紧之后呢，泡沫直到三年又三个月之后才破灭。啊，这个样子明明都已经非理性融紧了，他还拖了三年又三个月。啊，这种情况代表呢，现在还可以继续拖多久呢？啊，这一点要预测它比较难。事实上已经拖很久了，泡沫也不是始于今日啊，已经拖很久，大家拖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还可以拖个一年，拖个两年，甚至再拖个三年呢？好，到最后呢，你看到这位笔者告诉你了哈，不可忽视这场融紧在无预警之间急转直下可能性啊，虽然不见得马上就破灭，但是你也不能忽视这场融紧搞破哦，就在无预警之间急转直下，有没有可能？一样不排除啊。一样不排除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这样分享这个应该就够了哈、啊。大家是在怕这种东西吗？啊，或者怕什么？怕亚投行？讲到这个亚投行，我们终于到最后，赶在最后一刻，人家三月底就要截止啊。关于那创始会员国提出申请嘛，那我们提出了哈、啊。那提出的情况之下呢，当然大陆他们表示欢迎，欢迎啊，欢迎，是不是代表说他一进呢？啊，这样照章就通过，这个四月中才放榜。那最终放榜的话，我相信哈啊，他们当然乐于给我们台湾参加亚投行。那虽然乐于给我们参加的情况下，问题在哪里啊？出现在这个说名称上头，到底叫什么？不可能叫做中华民国，那叫什么呢？我们也讲了，哎，要是这个名称要给我们叫做中国台北，我们就不接受了。那所以这一切到底能不能加入，还有弹书了哈。我们讲了嘛哈，最起码也要叫我们中华台北，不能叫中国台北。好 ，OK。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们中华台北啦，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一方本身呢，不是马总统拍板定案之后，大家就通通呢啊欢天喜地啊，没有啊，你没看到抗议的声浪啊，已经到凯南隔啊，对对，都凯到上头，都现在抗议，隔夜抗议了。所以这种情况是到四月中，到时候放榜的情况到底如何？到底是不是一切都顺利呢？还不晓得，还在未定之天，还在未定之天。啊，所以大家是不是怕说怕什么？怕亚投行如果这一次我们赶不及参加，改天就怎么样？那话说回来了，要说亚投行这一次真的到最后顺利参加了哈，啊，顺利加入成为这个创始会员的话，请问这个东西叫做利多或者大利多吗？是吗？有人正这么问我了，崇哥，要是我们顺利加入亚投行，对股市行情怎么样？我都先不要讲，都加入的情况，对未来经济，对我们台湾什么各方面国格问题都先不要讲。对股市而言，哈、啊，就对股市而言，如果真的正式通过加入了的话，加入就加入，对不对？就那么简单，加入就加入，那哪有算作什么利多不利多？没有啊，啊，加入就加入，就那么简单嘛。啊，加入就加入，加入嘛，那个只是中性的而已啊。反正大家通通可以加入的，我们加入又算什么呢？问题来的是，要是没办法加入，那个就叫做利空啊。对股市而言，就叫做利空，了不了解？加入如果有加入，有加入就有加入，没什么大不了嘛。啊，没加入人，没加入，那才是利空哈。好 ，OK， 反正这个都不是马上水落石出，要等到四月中才放榜啊。眼前你看到来。9500是不是岌岌可危？95智能是不是岌岌可危？来放大来看啊，放大来看，你看到上个礼拜我打到9503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礼拜一最低点9503，再来这里啊，稍微拉高一点点呢，9527，再来今天最低又是9503，代表什么？9500就是铜墙铁壁啊，固若金汤，它根本破不掉啊。那记住我讲过的一句话，屡测低点终未破，是不是？你这低点终未破了哈，你要嘛不然赶紧你就上去啦，你再来测，真的屡测低点终未破啊，小心啊，小心 啊这个样子的情况，这要是破下来还好，看到下面有一条季线，季线在这个地方啊，距离并不远嘛，季线就可以把它给撑住啊，谁说的呢？
要是给他九五自尊屡测低点中位破破下的情况之下，说真的季线很难挡，季线很难挡。那为什么呢？来嘛，你看到这一波先进轨道从哪边涨上来的？8826给你涨到9775点，回档下来破线了哦，已经破线，只差九五自尊还在撑啊。这里要是真的给他屡测低点中位破头啊下来 ，P1 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会告诉你这个季线很难挡？因为 P1 就在季线下面。P1 就在季线下面啊，再来的话还有所谓的 P2 呢，乃至于的 P3 呢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他一定呢这样节节派推要给他落井下石或怎么样了哈，其实呢，你是不是一定要计算到哪一关？一个重点在哪里？我没有说这个行情如果下来破95至尊他就完蛋了，我只是给你个概念嘛，起码你要心里头个准备，是不是一个像样的回档波来了？啊，到底什么回档波？到底什么回档波？来看到周 K 嘛，哈，这个周 K 线，这个是到上个礼拜黑吞噬，对不对？黑吞噬啊，来你看一下，在之前这个线性轨道8501到9251，它一样多头版图的隔周黑吞噬，然后再隔一周就给你掉到8826来，是不是啊？你都掉到这里，当时阶段来讲，回到哪里？回到第一关破，回到第二关也破。是不是没有讲到历史一定要这样重演啊？问题来了，现在一样黑吞噬嘛，哈，那黑吞噬的情况之下，到明天呢，哈，如果空头盘图继续向下扩增，你要明天盘就直接给你收在9500以下，明天就是周末了哦，对不对？要放清明节长假哦。要是直接收在呢9500以下的话，代表空头盘图继续向下扩增啊，那到底是到 P1、P2 或者 P3？我不妨呢啊，给你心里头一个认知了哈，你要计算的同时。那么除此之外啊，如果从这里上来，你要视它为五波式涨势啊。如果不要诅咒它，它下来直接就完蛋，就死定了啊。如果还不死，还不死，那种情况一二三，现在下来叫第四波回档，叫第四波回档啊。第四波回档的话，不管你计算的第一关、第二关或第三关，原则上它可以不碰触到这里，那个叫什么？1、2、3、4，14不重叠。那14不重叠的情况之下呢，到时候不排除还有个第五波起来。第五波起来之后给它冲向万点吗？你晓得我不是多头自视了哈，我们也在鼓吹那件事。要是下来真的14重叠了，那种情况恐怕问题就比你们想的来得还要棘手。对不对？了不了解在讲什么东西哈，大概就知道了啊。知道之后呢，明天到底怎么样啊？这一下子呢，反正眼见为凭了啊，反正眼见为凭哈。那么好 ，OK， 这个样子你计算半对数才有意义啊。不管指数，不管股价，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、股价都没概念了哈。啊，不要讲说，哎，这是大盘指数，这是什么指数，或者这个东西是什么股价，一样我都运用半对数去运算，只要是投资学，各种商品都一样啊。那所以呢，之前举过例子嘛，就台积电，我们是不是？半对数运算，哎，那个是法人是外资在玩的呢，照样要半对数的巧合。还有呢，之前我举例过啊，主力股，哎，主力按照半对数吗？哎，不是主力按照半对数，冥冥当中就是有那个巧合性。为什么？那是人性的轨迹，就会在那里浮现，是不是？来看到嘛，哈，主力股最近出状况的就这一档名利了，就这档名利不是跌停，今天没跌停了哈，甚至股价呢还给你逆势收红，今天股价还逆势收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主力股的情况之下有没有讲求半对数？有啊，你看到吗？之前从这里 116.5 之后大拉起到 171 之后掉下来，在这里撑好久啊， 140.5 142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拿一下这个工程用计算机算给你看就知道了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这张线图上头了哈。这个所谓主力股的一个轨迹到底有没有符合半对数？当初从 116.5 给它大拉到171之后，有回档，回档下来低点 140.5， 还有包括142啊，对不对？当初给它回档到那个地方哈。说起话到底代表什么意义？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哈？嗯哼，马上就 OK 哈。来，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哈。那、no, 但是我算的关卡不对了哈。来，再一次好吗？可以哈。来 ,141,141, 哈，一个数目字出来哈 ,141 代表第二关 P2,P2, 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维持多头步伐的话，要撑在 141, 你看到巧合吗 ?140.5,142 嘛哈。
郭伯伦的主力到底懂不懂半对数？重点在哪里？他要在这里撑，比较能够撑得住，比较能够撑得住，所以刚好就撑在这里。问题是撑了半天之后呢，到最后主力动没掉啊，减掉单位去抓他呢？啊，抓他之后呢，这一下子往下栽了，栽到什么地方来？啊，栽到前底，你看到破底了 16.5 啊，栽到14，哎，啊，破底之后不是直接就死定了吗？怎么破底之后还会翻红？给你来一个，好像在给他，哎，是不是破底翻了、啊？是不是破底翻？好，所以一个重点就来了，请问一下， 16.5、14到底是什么位置？到底什么位置？前两天节目当中，上礼拜我们不是也验算过，来它真正大波段 42.2 给它大涨到213，是不是？啊，总不是因为业绩大，因为主力大拉，主力拉得太过分了，但是终究回档下来，来全波性总修正第一大关就是115啊，之前的底部 116.5， 包括现在你看到114，都是刚好在关卡大关卡附近，大关卡附近，对不对？心里头明白了嘛 ？P1 多少？115。P1115， 所以现在它有撑，就算这个主力呢已经被抓，但是它在这里有撑啊。要是这里再撑不住嘞，要这里再撑不住啊，破牌破牌啊！怎么讲呢？你可以计算一下嘛。P2 在哪里 ？P2 在哪里？听到这个不是叫你说现在赶紧给他落井下石来空他怎么样？人家明天就融券最后回补了，明天就融券最后回补了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按照半对数了。你看最近很多呢。哎，融券回补期啊，很多所谓呢，先来轧空之后再杀多的，先给你轧空后杀多的例子很多啦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哎，明天要融券回补一档股票叫什么？叫做 TPK 到底有没有符合半对数？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99，健康99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来看到 TPK 哈 ，TPK 之前从147拉到229.5之后回档下来，回档下来有没有踩住所谓多头步伐呢？啊，在当初曾经预算过，相信呢你现在应该都还记得，
最近是高空又杀多了哈。来看到一个数目是184，184是当初不是现在。来 P2 等于184踩住多头步伐之后继续往上涨，给你高空到254之后然后再杀多下来，那这一下子阶段性变成184到254了。好 OK 啊，到底它杀到最近低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来，不懂半跌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，现在还有人关心它吗？啊，这档个股有人做多被套，有人放空被套，我都很清楚啦。来，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多少？208写上去没有关系哈，代表第三关第三小关208，最近低点205，今天下来，今天又下来211收盘哈。好 ，OK， 都在这个地方。明天人家融券就准备要最后回补日了，啊，你说这一下子呢，啊，第三关它也岌岌可危啊，啊，如果大盘9595自尊不守的话，给它下去，啊，第三关它就稳破的，啊，没有人这个样子讲哈，啊，要是说了大盘9500灌下去，那结果它还有办法撑在这个位置不破底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呢？啊，后面才有意思。后面才有意思，了不了解啊？到底他能不能撑得住最后防线？我不知道，眼见为凭，好不好？起码要看什么地方，你心里头必须要明白嘛。啊，明白情况不代表说，哎，这个样子有够好做的，做多做空都能赚，没这回事。我没有神乎其技，我没有厉害无比，我没有大满贯，我没有撒国学，我只有学问与操守，认真带你稳健的做。最近这种轧空又杀多，真的不好做，对不对？有赚的就有赚，如果没赚的，我不在自己脸上贴金了哈。你说这最近我们有赚在哪里？阳城30分钟 K 线5波次上涨，头肩底上去的话等于测距就要满足啦。到718的时候来空在哪里？715你很清楚，空715空了之后呢，来30分钟 K 线摘下来，摘到第三小关65块，是不是？这里要补它直接摘到64，还可以补更低。有赚就有赚，没赚的东西我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问题说回来哈，你们这个把它赚起来之后，赚起来之后现在阳城股价也没更低，没更低呢，人家从64还给你拉到67级呢，能不能再空它一趟？融券也是要准备回补了，融券是准备要回补的，是不是？你必须要换个对象，还有时间嘛哈。比方说，如果真想换对象的话，可以换到什么地方来哈？来，要换对象的情况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哈。像这一档个股，这一档个股，忠实的观众们看了之后呢，是不是似曾相识哈？好 ,OK, 在之前我公开演绎过了，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做过它，怎么做都一样做空。曾经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附近高空它空了之后掉下来破八字头，掉到七字头，把获利回补。获利回补之后人家它又起来啊，起来情况直接来一个全波性总反弹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全波性总反弹。到底我要讲什么？知之为知之啦，不知为不知啊，但是没关系，不晓得我要讲什么当做范例来做一个探究就好了嘛。来，等一下，马上就 OK， 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多少？849哈，写上去没关系呀、如果你知道他是谁，你再帮忙写上去啦。P 2等于84.9哈，来看到结果，从这777拉起来之后，第一个拉到852，差不多嘛哈，对应这里所有的关卡反压，然后就拉回，拉回没死呢，没死再来再来之后再给它创高啊，创高情形不代表说849是不是真就突破了呢？它收盘没有真的收高啊，给它突破一星星也没有真的跑到哪里去呀、最高点852，最高点854，然后接下来这两天都在干嘛呢？这两天都在干嘛？来看一下哈，把刚刚所讲这个哈局部线图，把它呢放大之后，30分钟 K 线你就发现哈，852之后再来854，854之后再来呢849，再来呢85，对不对？30分钟 K 线你看得很清楚吗？这种情形之下，反正现在还受阻于哪里？还受阻于 84.9。如果它有办法过了的话。我当然晓得哈，往上你如果办法呢，真的跟让你做突破了哈。P3 在哪里？那里一样是空点，要是说大盘在这个节骨眼上，9500.95自尊岌岌可危，给你灌破下去，那我说真的了哈，这里恐怕就很难过，这里也就这里这一关你就很难过，很难过的话，是不是准备要回头？干嘛把名字盖起来哈？相信忠实的观众心里头就有谱了，举盘。我们现在正在操作的，或者我对他有兴趣的，那么当场呢，我把名字盖住，肃然奉告。但是忠实观众有做笔记的，自然知道我在讲谁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告诉过你，我所分解的，并不只有想要做空的股票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呢？也有新余股票想要给他来个守株待兔，来一个低阶的啊，这些对象都在追踪当中。但是我下手了吗？
很抱歉还没有啊，因为九五至尊岌岌可危，我宁愿他往下灌，那一下子我心里的股票准备要做多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才下手。与其多也罢，空也罢，无灵多空有据皆能赚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